大家好，今天换我工作了。今天要录那个大乐，我差点要讲小明星大哥。虽然都是宪哥，但不一样，不同台。今天听说要跟辣妹比拼，所以我今天有穿比较少一点。不要看我现在穿外套，但吓到我。对对对，会吓到人，你看就吓到我们经纪人。好，这边是就是三立的这个录影摄影棚。我觉得这里好像女工，如果没有你带的话，我觉得我一定。不知道怎么走，但你是来过很多次了哦。不行啊，我都久久来一次啊。哪像怀中那么湿？哦，他也搞不清楚上面。哦，真的吗？他手是他手是对对。因为这边录那个趴虾也是同一个大楼，但是是不同层。好啊，等一下再去弄个头发，应该差不多。眼线，对，眼线也是红的，桃红色，眼睛红红的，对啊，就是累累的。现在韩妞，韩妞现在是啊，太流行了。在红你旁边来。整个都顺如此这样子。嗯。就是有一点点，有吧？有啦，一个有牙齿的是科学的学，还是光学？哦，他有没有？你说他改光线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因为可能因为眼白也比较多，对，所以没有一点点咖啡色，所以不要有眼，就是说没有眼线，然后那个就会停掉。那个梅亚哈娜，他就会出场。如果遇到有人一直会想要拿眼药水给你，类似这样。那你可以叫小花。然后就会来说哦，我怎么又问啥？就是聊一下，简单聊一下他们的剧情内容，然后就会看讯息，对，讯息看讯息，然后我要解读。
没有，我们今天有截图。哦，有截图。对对对，然后大家很大红，有截图哦。对，截图。他两个，两个谢谢。OK， 好，我就会看。嗨。对，那我表现出。刚刚你也在跟啊。刚刚也照一破啊。我觉得你应该是又爱又恨的感觉，因为等于说你跟他一起去测试老公。他等于算是你的帮凶这样子的感觉， okay， 但他又是诱惑你老公的人。好，复杂，了解的。好复杂哦。对啊。为什么弄得那么像是神经病一样？记得过来吗？就是要神经病啊，就是神经病。然后对，然后看完简讯内容之后呢？三位主持人跟其他几位人妻，他们就会投票说，蔡碧如有没有跟那位真美？那你眉毛不要刷。太黑。就 OK 了。一点点咖啡色。眉毛啦，我说眉毛。才带两个小时出门，所以很一切都很急。我一来要，我的耳环也忘了戴。哦，耳环你没戴哦？是哦，还好你现在把它盖子已经戴出来了。整个就是太小孩子出门了。好，上面就断了。我今天直接劈下来。那我今天像居里夫人一样，我是居里夫人。你今天想讲哪面？不会怎么样啊，这样子很好啊。好 ，OK，OK， 没问题。腮腮红要吗？腮红可以啊，一点点。腮红，然后那你唇呢？你唇自己上。我唇自己上。好哦。很抱歉哈。不是你们的关系。他自己白痴，听不清楚。没有啦，那时候也晚了。他就是看你们一大早起来，再一点点再演戏。就像我在家里很过瘾，看到吗？好咯，我现在化好妆咯，然后这是后面女明星们在弄头发、弄妆。我会再讲。哎，你们家那只也是很可爱，是大只。对，我们家那只，大娃娃，超可爱。然后看一下这个 round up。你不要乱讲，我哪两颗鸡呀？他为了大贵宾，别剪掉，别好啊。大贵宾，大贵宾，我们家常见的。好啦，要去录喽。穿这种露个小肩，嗨，你在录影吗？对呀、啊。好，等一下我先拍个照吧。好了，现在拍照拍好。我们之前是你看一下，他这是小年兽，他自己就已经，因为幼稚园而已，其实对，都在玩。对，你不会有虽然现在是有在教东西的，但是好帅，因为。
嗯，对啊，我看你们都跟他那个同代。也许八点半有点迟钝，如果都叫我们上来，我觉得八点半没有办法，他可能如果太晚。好，现在在等线的。像其他小孩，可能因为有些中班，大概对，就是他们九点半到，写字还是他们很快。没有，他们两个就是可能就放心，很快，我给你。就好比海鲜，哎，海鲜。